喂，大家好，给大伙儿把这个实弹那个给大伙儿带来了。这局啊进了一个叫卡雷利亚，是那意思吧？卡雷利亚呀也是个百年老图。那咱们这局进的一个一局呢是这个攻方模式，是吧？而且咱们还是防守方，是吧？实际上给我感觉这游戏里边攻方模式里边啊，这个对于进攻方实际上是非常不利的，你明白是吧？因为我们是防守方嘛，所以我们只要一带到了东都得了。另外这个模式啊，它不像于是那种啊传统的那种叫啥，那个叫什么那个标准模式啊，或者说叫这个叫啥玩意儿的夺旗模式啊，大伙儿都得争去，是吧？这个模式啊，我们是防守方吗？所以说，哪怕只要把时间拖平，你说，而且这个坑标准模式还有一点不一样啊，标准模式是15分钟。这个攻防模式只有10分钟，对吧？都是这10分钟时间里，只要对面不把我们都宰了，把我们15人全弄死，或者是啊，只要是不把我们家占下来，是吧？他们都得输，明白吧？而我们呢，只需要一代老，是吧？他们过来，我们操他们，是吧？这完都操死，是吧？然后都完事了，是吧？然后这局都能赢，是这意思吧？这个所以说，我们打这种模式的时候，我作为英雄中来讲还是比较喜欢的，为啥？因为英雄中本身都是一个 TD， 对吧？他只是一个伪中堂，真 TD。你看这时候带来做了一个啥，把这俩小树给撞倒，明白吗？把这小树撞倒有啥好处呢？就给呆呆啊制造一个隐蔽，你懂啥意思吧？你比方说，真正玩过坦克世界都知道，玩这个图啊，攻防模式是吧？敌人肯定会从我正前方，那个都现在刚才我瞄那个位置冲出来，这样的话把两个树撞倒，刚好给我提供了隐蔽。导致说啥，我开炮都不带亮点的，这个有很多呀，开炮不亮点这件事啊，很多呀玩战争世界他不理解，你明白？我给大伙这样讲解，我在上古时代，那个你们藏王那种啊，都是卡在自个儿的隐蔽之外，打隐身炮，哎，都是这种感觉，你明白吗？都是这种感觉，你我这样说你应该能理解了吧？啊，这样说你应该能理解了。实际上啊，我们这路啊来的人呢，这个有点过多了，实际上没必要。另外啊，这一发呀、啊，我也跟大伙说啊，呆呆 BNP 我绝对没有开挂，明白不？我为啥能把大麦克斯收了？我是看了啊，我看小地图这儿啊，这帮人，我们家队友，对面小地图大麦克斯在那个位置亮了，而且我们家小地图呢，那所有的队友啊都在往那儿开炮，是吧？所以我看大伙都往开，我也来一炮，是盲射一炮啊，结果直接给收了，是吧？直接给收了，那都没有任何办法了，是吧？实际上啊，我认为啊，玩这个图啊，这个模式啊，都是说这个不要往前冲，你明白吗？不要往前，都是说咱们是防守方，对吧？你一冲就把对面都弄死了，没有那个意义，你明白吧？所以说还是打的比较稳比较好。另外再讲是啥呀？我这个车呀，你如果说我玩的是一个特别勤快的一个轻坦，我肯定不会走这个位置了，对吧？也再讲是，如果说你要是跑得特别快的话，你直接可以顶到对面老家去，你明白吗？这个顶到对面老家那边那叫 G7 那位置吧，那山沟底那儿去，那样打的话也是比较爽的。但是呢，上期视频给大家说讲了，英雄中那个机动性，对吧？你跑不到那儿，你跑不到那儿，你半道都得被亮被打死，对吧？这是肯定的。所以说玩这个车还是以稳为主吧，是吧？以稳为主。所以说咱们在这儿还是说把自个儿当成一个有脑袋的 TD， 你妈咱是这个狼獾，是吧？你就拿大个儿的狼獾都得了。实际上咱们那个都位置啊，都是那个 P43 呐、M4A1 啊。都是说这个都是这个都咱队友在底下那个位置，那帮人啊纯属于都是傻逼，你明白不？那个位置完全不需要卡那么多人，你只要卡一部分人，卡那么一两个都够了。目的是啥呀？目的是啊，都是对面人要真冲咱们老家冲下来的，发起猖狂进攻的话，是这意思吧？咱们的脱单洗是吧？不说错了，咱们那个都是这个打黑枪是吧，把对面都消灭了都得了，你明白吧？他们只是起到一个啥，起到一个点亮的作用。你像咱家那个 T1 啊、M4A1 那个位置啊，主要起到一个卡点，主要起到一个点亮作用，对吧？类似于坦克是Warfare 里边那叫啥的，那个，现在我海陆不分了，有点乱啊，是吧？有点乱。那个叫啥玩意的，那个叫驱逐舰那个作用，你明白吗？你不要老是鸡巴的啥上前面浪去，你明白吗？你不要瞎说跟人港炮去，你懂啥意思吧？你只要起到一个。其实啊，你看我在这儿呼哧海飞，已经打了好几炮了，现在打400伤害了，这个多。但是你看咱家的友都是 P43 在那个位置，是用来操，是用来打，是吧？这个时候呢，
我估计对面啊 KV1 都是那样的克林，他认为自个儿啊是一艘克林姆林，你明白不？我给队友带节奏，我扛得爽，赶紧出来啊！都是那个熟悉重型坦克，我们熟悉那个你们克林姆林那种东西，对吧？我给队友扛障碍，扛得爽，赶紧出来，立刻都，满血瞬间蒸发。大伙儿通过这坦克世界也能看出来吗？这都是带节奏的下场，对吧？这都是带节奏的下场，那肯定也是这个。但是你看，大家现在已经打了700多了，对吧？对，已经够本了，快是吧？但是呢，呆呆这个到现在没掉血呢，是吧？刚说完了被人操一炮，是吧？这也没有任何办法，对吧？因为啊，呆呆刚才啊被这个迎面而来的这个叫啥玩意儿301H 给点亮了，是吧？那没有办法，离我太近了，离我近很容易被点亮。但是现在我往后退了两步，哎，又不亮了，对吧？刚才你看什么？我在那个位置啊，301H 重过来了，离我比较近，所以我开炮都亮了，都被对面给打了，闪上那黑枪的那个地狱猫的那些东西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我现在往后又挪了那么40-50米，这样的话，现在我在打他们家那个 M4 的时候都不再亮了，明白吗？他超出他视野范围了，是吧？这个时候呢，呆呆呀，在这做了一波成功的这个防御，对吧？对面一二线的那帮进攻势力啊，被呆呆给打的呀，这个大声喊操，是吧？疯狂减员，是这意思吧？咱们在这已经打了1000多了，是这意思吧？证明呆呆呀，作为一个 TD 来讲啊，这个输出做的是可以。但是呢，呆呆你知道吧？呆呆的队友嘛，都是我在一二线是支援队友，这个把一二线的敌人的猖狂进攻给击退。但是呢，呆呆毕竟不是神，对吧？我没法避免咱们90线那边大崩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这时候你看小地图都能知道，咱们90线大崩，而且敌人已经猖狂进攻，90线把咱们家队友都操干净之后啊，这帮人都开始已经抄咱们老家了。包抄了，这时候他包抄咱们，咱反包抄他。这时候看一个小踢丁儿，这时候呆呆准备上去吃他去，是吧？你看呆呆这个小技巧了吗？这个踢滴啊，第一发出来，我看着他了，他也看着我了，对吧？我想操他，他想操我，但是呢，我有脑袋，但是呢，他没有炮塔，对吧？这时候我的决定一个啥？一个就是断带加掉血，对吧？我第一发都把他的履带给打折，是吧？还加掉血。然后呢，他使用了他的车长，立刻下去广速修带，是这意思吗？把带修好之后，但没料到呆呆这么阴险，第二发继续操带射击，是吧？大带又伤了，是这意思吗？伤了之后，这回没有修理了，因为修理还在 CD， 是这意思吗？所以他没有办法了，被呆呆呀白操操致死，是这意思。这时候刚才那个 TD 也都打字骂街了，呆呆 BNB， 我操你祖宗！这没有任何办法，是吧？纯被呆呆白操。这时候啊，看着一个也是个 TD， 但这个 TD 跟刚才 TD 有区别，他是有脑袋的，你都可以把他想象为一个中塔，是吧？他想绕咱那是没戏的，对吧？他实际上跟咱这站撸，他撸不过，因为他级别低，咱级别高，他血少我血多。虽然大家伙都是互穿啊，是吧？但是我血多，我把你换死，我这还有很多血呢，但他已经没有了，是这意思吧？这个，但是呢，他想过来呀绕我也是没戏的，因为咱呀虽然机动性不好，但是最起码也还没刺到过都是被一个你们那种破车绕的那个程度，对吧？萤火虫那个车都是这样，虽然呢机动性不好，但是也没刺到都是说你可以被你一个轻躺绕着玩似的，这是不可能的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只是说他战略转场能力可能是差点，你们都是大概其实这个意思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可能玩坦克些老玩家，我这一说你都懂，是吧？玩，而且啊，我来到这儿啊，大伙看出一个效果了，在于哪儿了吗？你看现在这个瞎飞，是吧？这个瞎飞啊，他这个位置刚才那个被我打了一炮，他这个位置啊，只有我能打的，这是为啥呢？我为啥一开始往这儿跑呢？就是为了拉对角线，你懂啥意思吗？刚才他在那个位置，为啥他在那个位置？是为了不被咱们家的队友的 AT2 啊，什么犀牛他们操着，是吧？他跑到那儿了，那是一个咱们家那俩人打不着的地方。但是因为我拉了对角线，我已经跑到那个位置了，他俩打不着，但是我能打着，懂啥意思吧？哎，这都是啥？以咱俩的队友吸引火力，然后呢，这时候呢，咱呢好在后边这个进行这个操人，类似。这个时候打到现在呀，咱们已经是这个2000多输出了。也是说这个非常的爽，是吧？这杀了6个了，是吧？杀嗨了。这时候呢，呆呆决定啊，这个把这个残血的这个 M4， 毕竟对面都还剩一 M4 加一个这个火炮了嘛，是吧？这时候啊，我决定啊，把这 M4 收了，是吧？都是这个枪杀了。
但是不料啊，都是这个田外有田，山外有山，是这意思吧？我认为我都比较黑了，我都比较损了，但是没料到啊，还有更黑的，还有这个更损的，你懂啥意思吧？都是这个，但是这当然打到现在啊，我也知道啥六个了。另外我还打字了，是吧？火炮你妹，是这意思吧？但是这时候也属于按照《坦克世界》这个游戏的解除规则来讲啊，像呆呆这算啥？这叫这个晚节不保，是这意思吧？一开始杀的是他妈逼挺嗨，是这意思吧？但是到最后这个是吧？这个还是飙了。但是这游戏一开战时候，这是带节奏下场。我如果我不带这个节奏，我不想枪杀 M4A1，我死不了。还是我操你妈，我都是贱。